白山水带来的不仅是水，而是长白山岁月沉淀的纯净，更带着大自然的天赐祝福。长白山，白山水。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2届农心辛辣面杯的一个特别对抗，就是围棋的传说国家对抗赛。这也是邀请到了中日韩6位这个顶尖的棋手来到这个农心杯啊，给我们进行一个有意义的一个对抗赛。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继续请到了曹大元老师做客演播室，和我们一起啊来关注这个应该说是特别棋战，是吧？对，嗯，是。那么昨天呢，是经过一场中韩的对抗，我们的聂平9段和长浩9段是惜败给了韩国的曹李师徒。那么今天呢，将会迎来中日的对抗赛。是这个比赛呢，是每一位棋手之间，除了同国家的之外，是都要相碰的。是的，啊，所以就是说每个人都要下4盘棋。是的，嗯，昨天呢是，聂9段是对的是李长浩，长浩对的是曹新炫。对，那么到下一个循环的时候，会反过他们会交换对手。是的，嗯，那么今天呢，同样也是年长者之间没有对抗。嗯，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今天的是现场画面。对啊，聂老师昨天也是奋战了300多手啊。对，是的。聂老师这个对局的习惯还是要抽烟是吧？这个不是太好的一个习惯吧。但是好像是不是就是他的一个习惯，如果不吸烟就可能不太下棋的时候就是一个习惯动作相当于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日方代表1田棋9段，就今天聂老师的对手。对，那么我们一会儿首先要跟大家介绍，就是这盘聂平九段对1田棋9段的这么一场对局。这两位棋手呢，我想大家对他们二位印象最深刻的对局应该是之前的中日擂台赛上第4届。对，是的。嗯，当时1田棋局是6连胜。对，就直接就杀到了我们中方的主将面前。嗯，这是聂九段。对，那么在当时那个应该说大家非常万众瞩目的对局当中呢，聂老师是横刀立马，对，为中国队取得了这个关键的一胜。是当时，也破天荒的，就是日本的最大的电视台，也相当于我们的中央电视台吧，NHK， 他希望全天转播1田棋局对聂老师的对局，那非常重视。对，来征求那个聂老师的意见。嗯，这个因为有电视转播嘛，可能，各种闲杂的事情会稍微多一些。嗯，所以要取得中方的同意，聂老师说完全没问题。好的，那么我们也先进入今天的棋局吧，曹老师。好的啊，一边看棋，我们一边聊。这盘棋也是中午12点开始，北京时间开始。聂平9段直黑。嗯。黑棋是2连星开局，白棋是错小目。对，嗯，啊，挂角。对，这个都是很常见的布局啊。嗯，接下来白棋小尖，嗯，这小尖也是现在AI 时代非常对这个 AI 比较推荐的这种小尖或者小尖或者飞，它是不怎么推荐夹击。对，这1田棋9段，在我觉得在这个就是前辈棋手当中，应该说和 AI 对局算比较多的。是。应该是在几年前，1田棋9段是用他的网名，就是 Tiger， 对，在野狐网上和当时叫金毛的一个 AI 下了很多盘。啊，是。
我看他现在和中国的网民也叫老虎的一位年轻的职业棋手经常对阵。哦，那位叫老虎的职业棋手是广东的棋手，叫陈玉生。哦，两只老虎。对，两只老虎是那个是写的汉字的老虎。嗯，昨一天七七九段还是非常的，对围棋还是非常热爱的。嗯，这个是飞，那个是徐小剑，这个都是 AI 所推荐的。是的。嗯。现在选择这个角的定型是很有年代感的。是这个右上角是吧？对。现在的棋一般来说是点角的多。嗯。即便现在点三三的话，也是非常稀疏平常的一步棋吧。是的。挂角是已经是少见了，这个更是不多见。嗯。记得昨天李昌镐和聂老师的对局中也出现了这个飞，棋形上也是有一个小飞。大老师先拆了二之后再小飞。对，也是一个小飞。但是这个棋形现在 AI 的推荐都是拖在这里。没错。其实差别不算太大。我想尤其是对现在的元老棋手来说的话，这两手棋的差别不是特别大。对，这个拖其实应该今年参赛的棋手肯定是都知道的。啊，对，昨天都下的都是拖。对，但是这个在都清楚的情况下，他们是选择的小飞。是，一天机器选择的是小飞。嗯。接下来看看黑棋是。黑棋拆了这个吧。对，拆这个。这个吧。这个也是一个眼尖的大厂。对，这个是。有点先手意味。嗯，接下来白棋靠。这个下得很积极。很积极。其实这个棋形不靠的话也是可以的，我觉得。因为这个地方它有靠。嗯。这个地方它有靠。作为黑棋来说的话，它好像不大会在这地方补棋。它在这一带补棋不太可能，所以。其实可以稍稍的缓一缓的这个靠。比如说现在这个点角哈，点三三或者挂角也是，对，眼见的一个大长。是的，一田鸡鸡是下的非常的熟练。对，怪。再贴长。这个左上角交换之后，现在白棋是压。这个步调好像还是非常正确的。对。白靠断。因为这一代黑棋已经非常厚实了啊。是。所以白棋它的用意就是想让黑棋变得重复，对，后上加后。是。这棋好像黑棋的次序上有点错误，这下把黑的损失控应该是单下的这好。先打吃，先打吃应该白棋也会长吧？长，有可能长，长我就盖着这个。嗯。啊，不交换这一打。对。这一打就自己要被那个要被白棋吃掉了这颗子。现在我是能够吃掉白棋这两颗子的。你现在这样下的话，我可以拐吃了。这个是白棋是不行的。这个白棋应该是不行，这冲出来。那我如果粘，粘我吃掉了，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白棋可能要打的走这个，有点可能性。那我可以把你这两颗。这样子黑棋白棋弃子。这样到黑的可能下一步棋这个可以不提。对。这样子白棋哪怕再提可能也是好。当然是好啊。现在因为实战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实战黑棋是先这里打了一下。
这个有点随手了，我觉得。这一打，在这一打，这个就不太一样了。然后你现在只有上面盖了，上面盖，那只有上面盖了，这个没意义了。嗯，也不能走这类棋，这类棋的话棋不够，这个对杀棋也不够。这显然是不够。对，一二三四五，将来一打是这个。对，只有四棋。你要长气的话，它也可以长气。对，这个黑棋封不住啊。这个黑棋不太好，嗯，所以这个黑棋这个一打吃之后，这个局部就会吃点小亏。现在黑棋只能贴上边。嗯、对，那这个子下面的子就被白棋吃掉了。吃掉。嗯。然后黑棋再飞过来。嗯。点角了，终于点角。这个昨边告一段落之后，昨天的两盘棋是一盘点三三都没出现，今天终于出现了。今天是一田鸡九段、嗯、下出点三三。一田鸡九段，因为现在他在网上的话，我想在这次川赛的六位元老棋手中，他应该下的最多的。嗯，网棋最多是吧？网棋下的最多。长浩九段好像网棋下的不是很多，少少少。哎，李昌浩九段不知道，也不会太多，好像也 对，好像很少见到他身影。飞，嗯。那、啊、这个点三三的变化还是选择的一个比较简明的，对，现在飞脚本身失控是很大的，这个对威胁着白棋的眼位，因为在一间的话眼位就不够。嗯，假如真的是紧急情况下，他可以这样破他眼，这个比较凶猛。对，他是断了一个是吧，这个地方对先断、嗯，这个地方，白棋次序下的挺好的。嗯，先断问一下应手。对，这个时候黑棋没有别的下法，吃这个肯定不行吧？吃这个，这个他不是从这出来，出来也有可能啊。嗯，打了进，但是他直接跑你就不好办。我把这一吃，你这个子不能跑。如果要跑，我这肯定是不行了。就会这么啊？对对对，就这样。白棋可以是或者是单碰你也不行，嗯，肯定是不能跑的，所以打这个肯定是不能成立的。那么他只有打这个，这时候呢白棋再顶一个，这个白棋的步调还是挺不错的，顶了以后他正好能跳一个啊，这个很舒服。对啊，现在就看不懂了，如果现在跳的话、嗯、被黑棋打吃啊，对，将来这个断是肯定断不到的，对对对对，那肯定是没有了。对，但是这棋现在其实黑的来说也是很疑惑的，接还是打吃，第一感还是想吃吗？想要打吃一下、打吃这边会差好多。对，因为打吃白棋也不会硬，那肯定不硬。如果单粘的话，嗯，就是看这个子放在这两边哪边更好。但显然对下边肯定好很多很多，对吧？是有点麻。是。实战，这个叶平老师还是选择的打吃。嗯。白棋跳。假如是下成这样的话，我觉得这颗子在这里好一些。对。那如果他粘的话。白棋会不会就也没什么特别好的？你现在就是这个棋形上，唯一的担心是长出去之后，这里有个拐，嗯，然后接着还有长子先手，这是很遥远的事情。我下的话，我会接在这里，还是看中这个对实地。
棋一点。啊，然后黑棋白棋在这个角补了一手。耗子，嗯。这个补一手还是有必要的吧，曹老？对。如果不走，就像刚才说被黑棋这个一尖。是是是，你整个这一边收官一边攻击没了啊，太大了。在靠住之后，局部白棋是肯定活了。即便你有可能搬进去的话，他这个加你可以，或者最蹦的就让你活，我两个眼也做出来了。所以这个靠挺大的。啊，一手棋就活干净了。对。啊，接下来黑棋脱角。嗯。脱角之后，白棋也是面临一个选择啊，实战是长，现在可以搬吗？搬的话，他是怕他打劫还是什么？胡应该只有退了，就他是会怕他做这个劫吧？如果搬的话，那么白棋是要打上去，这样子就形成一个劫争。这样子，白棋提劫，黑棋找什么劫？嗯，找这样的劫够吗？不够是吧？这样他可能接上就行了。这个角上劫好像不能轻易找，这个变化想要保留一下。这你要找劫只有顶啊，这个不是劫，这个人家不应你了。哦，本来局部黑的是应该下在这里，就这个这样找劫有点亏。是，这个太亏了。嗯，对。那这棋，这个白棋可能觉得这个简明吧，实际上它藏在这里是比较简明的一个定型的方法。嗯，这个没有。哎，接下来，一天九段又是下出一个手筋啊，拖。对。哎，这个拖像是一个好棋。局部要定型的话，这个简单冲断肯定。冲断，断是不是就比较普通了？他会吃哪边？对，断哪边吃哪边。对。这样子就算。这个如果你再走后手，那这肯定白棋做一个后手。对，这个不行。白棋肯定是很不乐意的，真的。然后你断外边，冲到外边他也吃掉，然后他把你这个冲掉。对。这样子。黑棋收获也不小，是这个简单的两边冲断，看来白棋都不能满意。这地方是有一点点区别的，是什么？比如说啊，其实现在实战它是立在这儿了。黑棋还有一个下法是现在这里有小尖，白棋应该也是冲这个的，不会双让你立的。这个黑棋脚步的棋形太完美了，所以他应该是冲这个，这是我挡，冲，这个是冲掉。这个棋形呢，跟这个比，黑棋显然是这个好。是，这个不管是厚薄还是目数、啊。对，目数，主要是目数。这地方如果打一个，少一个打吃。那。对，不过呢，好的有限，就是现在这个棋形，这个打吃不能算白棋下着，黑棋有这个可能性啊。将来黑棋也有这个保留的官子、哎。不过总体上来说，我觉得啊，作为黑棋方来说，他情愿选择是这个样子好。嗯。所以呢，黑棋实战是选择了单下立。就这个局部除了立之外还是有一个转换的下法的，就在这里先小尖一个。一田鸡这个拖是，哎，对一田鸡来说这个也是非常平常的一步棋，但是算是手筋吧。好棋。对。这一拖。因为这棋是这样，它搬这个的话它是要藏进去的，然后它一断，
样子，白棋黑棋拐是先手，这个局部不活了，是不是不活了？不活了，对，是。所以他还不敢马上交换掉，对，有点担心，他要保留，但是黑棋要保留将来。我有一点不明白的是，他拐这个时候，白的就冲这个了，这个。一田鸡鸡是下的是很舒服了。哎，为这个还可以扳住吗？好像还可以扳住哎。这一般局部是什么情况？黑棋是不是只能这么来做活？这样的是活了。活了。或者给我断线是吧？那我怎么不活？我也不知道怎么不活。就是立着活，不是，其实你走这个也是很痛苦的，我搬这个先手，所以可能还是这一条。我这个加一下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先手活，好意思，先加走完你就不理了，是吧？走完就不理了，脱线。嗯，这样子，但是将来白棋这个是先手。假如是黑棋要这样定型的话，黑棋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也可以先虎，他可以先虎的，虎完之后，再拐，没什么区别好像。对，这地方可以还原，黑的基本上就是下在这个点上，嗯、就是对于这个托他没好的应手，这个跟他退回去可能眼位不够，对，不活，所以这个拐的话。不一定是一步好棋，这对白棋来说，现在给白棋多了一个选择，对，就是看这个选择便不便宜。嗯、可能白的觉得也够了吧？白棋觉得判断了之后，觉得冲过来可以满意了啊。嗯、他跳，嗯，因为以后他靠住是先手，除非你是转换，嗯，搬出去转换，就是这样。嗯，吃掉。那白棋这个失控也是很大的，脚步失控很大。嗯，假如黑的要活脚的话，你还得后手活，还得走一个。嗯嗯。好，实战是下成这样。白棋现在脱先，这里打入。嗯，对，这个是上边呢，白棋就暂时保留。刚才说曹老说靠一个是先手，此外呢，白棋是不是还可以选择搬这个？搬这个他一般不太会，搬这个被他走边上，他反而会亏。嗯嗯，暂时放一下，放一下吧。不，上面打入太大了。你走这个的话，其实现在的局面下，黑的是有可能脱先了。现在脱线，对，因为你不能搬这个吧，搬这个我再搬出去，你里边又多一手棋，你肯定要顶在这儿。你看这，我走在这儿是活棋，对，只是这手棋的价值相当大，就是、活的，对，然后再补活，对，不管是胡哪边，对，所以这个不见得是绝对的先手，现在只能说靠一下，靠一手棋非常大，因为现在上面这手棋太大。嗯，连骗了。嗯，所以这手棋，一天几局下的是对的。啊，他也只有反将。这个直接就封上。啊，一手棋封锁了。对，他是先冲断，是吧？聂老直接冲断了，看看能下出什么东西出来。这个地方黑的是要做弄点头绪，对。这个再压，这地方有冲吗？再压黑白棋是继续长，退，这就退。就是不能搬是吧？搬这地方有望，多一个望，它只能退。是。然后现在黑棋一冲，哎，这两个子是不是被吃掉了？没有，要被吃掉。它可以，这有这个，它可以冲过去，再冲，它挡住。
他藏这个啊，藏是先生啊，藏，然后把那个板脚那个是撕不了。对对对，这个、这个两个字藏回来了，但是这个脚上这个字可能被吃掉了。不过他这两个字，白的这两个字是可以被黑棋吃掉的、关系不太大。对，这一冲黑棋，下边这块棋是解围了。嗯。不过白棋时候还是上还是占取了利益了。嗯。这个压很舒服。这个白棋非扳住不可，你黑子如果下来的话，白棋就把这个打吃掉。他扳了之后就脱先。嗯。补了一手，补这个。走得这么稳啊？对呀、这个补一手，哎，曹老，我们刚才不是说这两个子基本上？对，不怕他连回家，好像不太肯补啊，这个地方太缓了。这样补一手，确保把这两个字吃掉是吗？不肯补，对。那么白棋，啊、这个打拔很大，嗯，把这个字打拔掉。被他打拔掉了，退。聂老这一代下的比较稳健，退。真顶，现在这边白棋啊，有一点点小问题，对，有一点。还没有活得很干净，他也要把自己走后。这靠了长就没有，基本上就把自身走强了。这个好，我们现在就已经跟上了棋局的进程，好，和棋局同步了。哎呦，看到这个对局的画面，一天九段也把口罩摘下来了，这确实对局时间长时间戴口罩啊。会不会缺氧啊？昨天李昌镐和曹勋炫在韩国下比赛的时候，全程是戴了口罩。对，对，聂老师现在不用戴眼镜吗？对，我也觉得，我也同样有这样的疑问。是他应该戴眼镜了吧？是，其实一天棋局九段啊，应该说跟农心杯我觉得也是很有缘。我们知道这个农心杯历史上现在是22届农心杯了，日本队只有一次夺冠。对。唯一的一次就是一天棋局九段作为主将这个为日本队拿下了这个唯一的一次冠军。嗯。我们刚才看到了一天棋局一个喝水的动作，我觉得他这个水已经喝完了，应该再给他准备一瓶。再准备一些白山水啊，矿泉水。对。我看看现在，哎，棋局又进行了几步，我们还是先跟上棋局。他是走在33。这棋好像战线还是挺长的。还很漫长啊。白棋拐，继续是加强自身。今天这盘棋好像应该是一盘持久战。是的。那么一田纪基和聂老师也是有多次交手啊，不仅是在擂台赛上。嗯。那么一田纪九段年龄是要略小一些。要跟聂老师比的话小小太多了。他是66年生的。66年生。那么第四届擂台赛的时候他只有22岁。对吧，第四届擂台赛。对啊，第四届中日擂台赛的时候。有22岁。88年。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棋迷应该对一天鸡鸡九段印象很深，就是当年真的是很帅啊，年轻帅气。是，嗯，我们刚才看通过这个电视画面也是看到一天鸡鸡也是头发也白了啊，花白了。是的，那个岁月还不饶人啊。是的，是的。那一天鸡九段这几年，我觉得好像是有一点不顺，有一些这个风波。是是，嗯，是的。但是可能有些棋迷朋友也听说了。是的，是的。但是他对于这个棋道的追求，我觉得好像是一直没有变的，是的，没有改变，非常的知足。嗯，现在就刚才我也说了，在网络上的话，现在下网棋就是参加这次比赛的六位元老棋手，就是一天鸡鸡下的最多，并且是这个没有可比性的多。嗯。嗯。嗯，我们看看啊，又下了一步。嗯，继续拆二。哎，聂老这个下法，我觉得还是很稳啊。是，这个上边有什么棋可以下吗？真的是没棋了吗？嗯，我们刚才说，如果直接冲过来的话，他是盯着冲，因为这个长是吧？白棋有一个，是是是，黑棋有个长的先手，是是，可以扳角，所以白黑棋也不怕。那此外好像也没有什么。此外就这一代的话，可能官子的话已经有点大了，白棋把这个家势已经有点大了，这个几乎是。哎，那不是他冲着先手吗？先手吧，可以冲一个，冲了就不走了是吧？对，行，冲了你不打这个吗？我打，那我就打一下。打一下我就先不走。交换啊，先手交换，便宜，这木也便宜。你不走的话，如果交换的话，就这两个子就彻底的弃掉。不走是会有点问题的，是我这里的靠，嗯，是吧？然后你下去，我就跑出来了。对，这个跑出来了，就是说白棋如果把这个交换掉，那么这两个子就是有利可彻底可图的掉啊。哦，他正走了，不是，这是我们的图，不是我看到棋盘产生错觉了。好，接下来白棋，嗯，啊，刚才我们说这一靠，上面靠住非常大，还是靠住了是吧？嗯，靠住，那黑子是赌博了，嗯，现在这个时空大，接上，这个棋胜负还是很漫长的，现在进行也是比较平稳。对，现在是除了这个家失控的价值有点大之外，就是下面白的也很难成控。现在轮到白棋下了，白棋是会不会在上面补一手？补一手补不成控，小飞或者是拆二。小飞这个显然不是控。拆二的话有点低太扁了，是吧？然后这地方该有家还有家，这棋就是一盘官子胜负的棋，嗯，漫长的一局棋，嗯，现在我看到这个 AI 给出的胜率啊，嗯，还是白棋要高一些的，79。但是这个79对我们人类棋手来说可能并没有说数字上的给的这个胜率那么多。对，可能也就一两目的差距。嗯，是这样。那还早，确实还很早。两目都不愿意到。这个是并且是在 AI 的就双方都完全正确的下法的情形下，嗯，他给出的这个胜率。确实现在作为白棋的下一手来说是有点为难，我觉得还是在脚上这个地方把它夹住比较实惠，这个地方下不好了。上面如果轮到黑棋下的话，黑棋因为白棋现在这边还是比较厚的，黑的也没什么特别的，最多也就下一下。这一代黑棋需要补吗？这一代没什么木啊，
要走的话可能只有街吧，他觉得价值也不算太大。如果说这边白棋补一手，黑棋自身、白棋，白棋也真补一手啊？没有没有。如果说补的话，他这一带黑棋有没有担心的地方？要有这个的话才可能有问题吧，没有这个黑的肯定是不会有问题，这似乎没有问题。嗯，是。好，开始他补了一个，他补在这。哦，他是吃的。以前鸡鸡的棋风是很厚的。嗯，没有走这个。因为这个地方下边是走不成木，所以就双方都没在那下，就是没有着急在那下。不过走到这之后呢，黑棋还是回到了下边。我觉得这个上边总觉得有点大，这个木还是想下。对对。但是加就是交换一手，交换也便宜了。先手交换。对，嗯。因为。他有可能的话，有可能点了顶，好像这手棋逆说非常大。实战是，他是加，嗯，然后他爬，这地方黑棋马上就扳住，都是走木啊，对，接上。应该这个是街上应该不会有问题。棋谱好像就是到几还没有粘、嗯、正常这个棋形应该是粘起来的，对，肯定，但是还没走。为什么呢？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没走呢？聂老师现在从画面上看是应该在电脑前没去洗手间，是手棋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实时的画面，应该是实时画面吧。是的是的。那他，聂老师走什么神啊？这现在应该是必然的一手是吧？对啊，这绝对必然的一手。我们看到棋谱是还没有传过来。棋谱传输慢了是吧？也有可能倒是。嗯，是不是有一个时间差呢？这手其实应该肯定是要下的，就是这手。肯定是要下，但是现在我们从棋谱网络上的棋谱看是没看见它粘，好、嗯啊、刚粘，黑棋虎，可能这两手棋传输上有点问题，偏慢。因为它这个棋手对局啊，嗯，它就是在哪怕在相同的网站向下，它也不是在跟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房间，啊、因为他们是应该算是进化版的。不能看到有评论 啊，有 AI 的胜率。对对对对对。加。哎，这几步下完之后，我看到黑棋的胜率是有所提升了。啊。聂老师，看来这一代的下法还是得到了 AI 的认可。可能那个一弦鸡鸡的话，就这一代略微有点缓吧，他现在又加了一步，又加了一步。哦，有这步以后，这个加有点厉害了。嗯。接下来，如果白黑棋不硬的话，这一加。对。它可以立吗？立我顶上来，顶我粘上。嗯，我一打吃你，是不是都要死掉？局部不活了是吧？对，我就搬一个，搬一个。对，如果走就粘上是吧？就粘一个。到八五了。到八五。嗯，你得再收气。如果要收气，我就可以在外边再外面随便补一手。对，这个局部到八五。是的，黑棋就被吃掉了。到八五，
所以上面这一压基本上是个先手啊。看到白黑棋也补了一手，他是这么补的，拆一。这地方有个断，白棋怎么办？啊、哦，断！如果断我吃的话，这边是有一个打吃，有个打吃，有个打吃的话，那我就首先不能被你这个打吃掉。不是，我是你，我如果顶顶这个，我这个打吃出来了，那我只能吃这个吗？我也打吃，还是打吃？你现在如果吃这里，如果吃这里，您打吃这个，我不管长还是什么，一长那这两个字被吃掉了。对，哦，哎，这一断是好棋啊。这一段不好办，一段它应该只有吃不离，只有吃这个。哎，那吃这个还能提掉？啊、哦，现在冲了，冲没什么意思。这边可以吃这个。对。但是我这一代先手很多。嗯。我这个是先手，那我这搬进去目数差好多了。对。对吧？是的，哎，那断一个这是时机啊。好像是有这么一个断有一个断的时机啊。哎，聂老师是没有注意到这里有一个断。他下哪呢？还没下。哦，他拆了个一，他走了个这个拆一。嗯，拆一是为了连回来。就保持这块棋的活路。嗯。啊，这个没有。这一拆。哇，一千一的棋真厚啊。啊，单提啊。那提的这个断什么的都没有了。这一提没有断了。嗯。对。这个有没有点缓啊？这个太厚重了啊！对，其实这个家一直是很大的一手棋，一直白的也没下，黑棋也没下，双方这地方都没把它看得很重。嗯，这个家很有价值。嗯，太厚了。哎，黑棋就是这么稳健的补了一手。对，不走的话，不走也有问题的。不走，他可以加进来了。白棋现在加进来，黑的不好应。这个带黑棋是能回家，但是这回家吗？我挤断你了。哦，我这样回不去是吧？对，回不去。哦，那一提就是相当于。一提的话就是你已经回不去了。对，如果压挖断，对，挖断这个上面挖断，下面断打这个没用。对，那确实还是提一个还是很厚的。对，那黑棋要补手补活双一手，这个活的也很干净了。对，这个白的下一步又不知道往哪下，还是下在脚上吧，很漫长啊。对，其实这个脚上这一带还吃是没有定型，双方都没有把它看得太重。对，其实白棋啊确实是像曹老说的还是补一手吧。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对对对，不补总是有点担心脚上会不会有什么情况？这其实它是这样，它有个顶，顶完之后，顶完之后，当然这是一个跑了。嗯，它这个是点，应该能够点着。我就算先走。哎，我现在搬呢。对，搬有啊。我先不走这个，如果再长，我就拐过来不理了，我就粘住。这个脚是什么情况？脚什么情况？脚是双活。双活，是不是走这个就活了？对，一活完就活。挺大的，但是很大。嗯，很大的一手棋啊，就是应该顶黑棋，就是应该走啊。
双方这个地方都没下，我们一直看着，有点着急哈，替他们着急。孩子下了一天击剑，对，一天击下着了。哎呦，这个对黑棋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对，聂老师可能觉得这里没有关系是吧？对，这样交换一手，这样白棋是不是可以脱先了？这样。应该会脱先吧、对，那这个角就是定型了，刚才有一些是刚才这黑棋顶了，就算补掉好了，以后点了一般是价值特别大、这手棋挺很大很大，一拳击还是啊，又还是提掉这个大吗？提掉了，他是不是觉得一二三目数也大了，六七八九，九目左右，我不止一点，就是以后我就算下最简单的，走了这一跳，你这地方是要收气，可能要收气，对，可能十目多一点，这不过确实大了，也已经大了，可能。好，上面小尖，不过从这个 AI 的胜率来看啊，现在这棋是越来越接近了。胜利接近了，对。这个还是一盘好胜负。对。那他是觉得不应该提吗？还是，究竟是最后鹿死谁手，还是未可知啊？对。他是白的是提了这个之后，胜率又降了一点。从历史成绩上来看，好像聂老，对一天击机还是聂老领先，5-3，五比三是吧？对啊，那下了不少盘呢。对，那也下了不少盘。对。特别有意思，这个一天击机的外号不是叫老虎吗？是。我们是中国棋迷是非常熟悉的他这个外号啊。后来有一年就围棋天地啊，大概是2015年的时候采访这个一天老师，就提起这个外号，说你对自己这个外号有什么？想法，他居然不知道自己有这个一天老虎的外号的。哎，他自己的网名就叫老虎。那是在他之后，就是因为这个、通过这个采访，他知道自己啊，居然这个在中国棋迷这个称自己为老虎。他想想，他觉得这个挺好，还挺不错啊。所以他现在从此网名就叫老虎了。对，是，看来这个雅号应该是我们中国棋迷的专属哈。对，是中国棋的中国棋迷给他起的外号。这个一小尖二路小尖也是非常大。对，二路小尖非常大。这盘棋烤鸭战线有点长了。到目前为止倒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战斗。虎。单线长。曹老姨，以您对这两位棋手的了解，你觉得他们的棋风啊？风格吧，主要的风格是什么？都是挺厚实的，其实都是大局型的，可以这么说吧。难怪是吧？你看通过这盘棋能看出来啊，就是在这个比拼功力。虽然不是这种大杀大砍啊，对，但实际上这个也是非常体现，这个很难下，对，这个，内功的是。就这样的棋下起来。挺累的，因为每步棋啊都要去判断形势啊，对，计算大小。我下到这儿，我好像从 AI 给出的胜率中是得到了一个好的信息。我也赶紧传达给棋迷朋友。现在是黑棋的胜率已经到了58.3%，反超了。对，前面其实一直是稍落下风的。是，聂老师从来好像没有。到58%。看样子就是白棋
这一代的处理还是总体上有点缓了。对，从这里开始到这样的定型，到把这个字提掉啊，先提掉，提掉这字可能也有点缓。但是这棋还是关注生活的棋了。昨天聂老师那盘棋时间就下得蛮久的哈，这盘棋看起来应该也是一个马拉松。是的。就我们知道聂老师前些年是生病了哈，但是现在我们通过这个画面能看出来，其实恢复得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他这个聂老师现在身体比他生病前要好很多。有一阵我觉得瘦了不少，但是现在又恢复了。是的。你看现在的这个精神状态啊，而且能够这么长时间的这个专注棋局。现在聂老师饮食是很规律的。哦，是吗？起居饮食很规律，对。哦，每天，这个很重要。每天都是比较早起吃早饭，睡得也比较早。啊，我记得聂老以前是很喜欢睡懒觉的啊。啊，是吗？我印象中。他是没太有谱，就是不是太规律。我觉得如果有的时候他到凌晨才睡的话。对啊，那肯定。我记得好像出去比赛一般都说不要叫他吃早饭。那现在不可能了，每一个早餐都是吃的。哦，那还是有改变。看来这个饮食作息规律对健康是很有好处的。是。另外呢，再经常下下棋。对，是一种养生的好办法。不过对聂老师来说，有的时候下棋或者有的时候在网上他打条牌或者怎么样，不见得太好。他干这两样事情的时候抽烟太多。哦，这个确实是，还是吸烟有害健康。肯定是的。亲密朋友们，在这一点上千万不要跟聂老师学习。因为我们现在的镜头里经常有聂老师抽烟的镜头。其实我是特别的建议编导或者是摄影记者这类的画面能够少出现最好。但因为我们这个是全程的实时的画面，也是给各位棋友是展示啊这个。但是有些网站上的照片经常有聂老在抽烟的下棋的照片，这个对我们青少年来说不太好。这个，那么影视现在里边，影视电视剧里边是不能出现抽烟的画面吗？很少见到。那非常好。现在棋局呢还是慢慢的在推进，是吧？慢慢的推进，胜负特别接近。我们看看，尽量给大家多追上一下进程。对，我们来看聂老师这个后半盘。我看刚才从这里靠了，顶了挡上，然后二路爬。其实这个挺大的，这个特别大。完了这一跳，啊，现在马上就跳了。他是很难受的。这一跳，如果黑棋不硬。是有一挤吧？对，一挤它这挤有点只有走这个，只能团这个。对，并且不是一挤吧？它好像有这个啊，这个我可以走这个。这个这个我可以断进来。对，我为什么不团呢？团。哦，这样子是吧？吃三个字。这个我吃三个字，先手吃。哦，先手吃，对对对，这是先手吃。不是，不仅是三个字，这个不行，这个肯定是要硬的，这个肯定是要硬。但是你如果硬在这儿的话，它可以把这个接上。你还是先手是吧？不先手，不先手了。这一挖在一起，不先手，但是大，还可以挖完，挖也可以吃这个。那我滚一下以后一路搬过，这很厚实。所以当初这个拔确实是很大，对，二路打拔很大。还没有粘，他跳了一下，是吧？十二点，中午十二点比赛，现在不到两点，那么应该说至少还有一边没有读秒。对，至少有一边没中。
啊，看这个一天九顿神情好像刚才摇了摇头，可能对进程不是很满意。对，这个觉得棋完全变细了，感觉上像半不顺服的样子。当时小在中府这个打吃包括提还是有一点优势的。对，有点优势意识。对，有点优势意识啊。不过这个地方优势的下法，这个地方黑棋在时空上完全追回来了。嗯，从小尖开始，黑棋这地方长的墨显然比白棋这里是要多。对。嗯。好，粘住。粘住。黑棋把这个渡过。渡过下目。这个渡过大吗？他？也不小，好像。他不走的话，他是应该是从上面走的，他不会下面来啊。下面来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没有用的，黑的可以藏在这里。嗯，那这个交换黑的肯定是吃亏。黑白棋呢，从这个局部定型呢，是应该是上扳，扳这个。嗯，有可能继续扳，有这可能性。嗯。当你走这个时候也有两种可能性啊。现在的话完全有可能跟你开劫。我这地方有好多个劫材，哇。所以假如你走这个的话呢就比较痛苦了。你可以搬这个。你要走这个呢那已经亏了。如果说黑棋渡过了，所以渡过呢可能也是，那你这个连扳就没有了。本来我这个连扳你很难受，你因为不能打吃，打吃我一做劫，现在这那边的劫材太多了，嗯，所以不能打吃你就没应手了。现在没问题，我渡过之后我就尽管打吃，你做劫也是做的无用功，黑的可以藏在这儿，没问题。所以这手棋我觉得黑棋下的挺好的，渡过很厚实。对，看起来好像走在一路上啊，但是这手棋到底哪个大，是不是还有这个实惠，是吧？这个是一二三四目，哎，一二三四目，四目强。嗯，脚里以后这个的话还是有点区别。不，这手棋确实也不小。有没有四目强还不一定，还真不一定有四目强。他有了这个之后他的下法就比较多了，他甚至于可以更有进取心的下在这种位置上，或者在这里跳也行，没有后顾之忧了。他渡过也是很确实的一手棋。嗯，它是扳的长啊，对，现在目前来看好像已经进入了黑棋的步调阶段了，是吧？啊，我们从这个胜率来说，刚才说是黑棋反超，现在不仅仅是反超了，我们看到黑棋的胜率已经高达93。哦，那太强了。聂老师这盘棋还是发挥的非常好。对啊，现在黑棋尖顶，尖顶这是黑棋的权利。哦，白棋点一个，这带不点的话将来被黑棋围一个也很大，是吧？是是是，对，这个一直是大的地方，很大。哎，现在黑棋长出来，不怕是吧？不怕这个冲过来？他是把它夹死了吗？夹死了是吗？这样是把它夹死了，退。就退啊，好像是吧，好像这个不怕吗？不行，这简单的断可能不行，因为这边黑棋从这边可以联络，
如果沾这个一粒，是不是就是杀气就够了？一粒够了吗？冲走，一二三四，够了吧？不是，我这口气不紧。啊，单板哈、啊，单板，哎，那是有点问题啊。有问题的。啊，不过实战黑棋白棋没有冲。冲的话，冲的话，它当然还有别的变化。嗯，它可以挡住这地方。对，就是，它可以挡啊，挡住有问题是吧？它打，这其实挺复杂的哦。走这个，把它罩在里边。他就是黑棋呢，倒是从这边是能联络的。他打吃一个，打吃一个也联络了，然后直接打吃也联络了。他有这个，还这里打吃也联络、嗯，倒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危险，白棋很危险，还是白棋危险。嗯，白棋实战走这个是吧？冲。这样子呢，双方也是慢慢变厚了，这个棋对，那此处也定型了。小尖白的这块棋太厚了，这个棋盘越来越小，黑棋呢胜率好像是越来越高。对对对，还没有立。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棋谱，现在是传到了。这个白棋搬的时候，对黑棋胜率已经是高达97啊，应该说是胜利在望啊。聂老师这盘棋发挥的真不错，对对对，是。那么，因为我们这个直播时间有限，曹老师，对，我们还有看第二局棋是吧？还有几局戏是看是。那这盘棋呢，目前为止，应该是说聂老师是。有明显的优势，是的啊，最终呢，这个会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啊？我们一会儿在看第二盘棋的过程中，如果这边有结束，我们也可以随时跟大家通报，是吧？好的，好，那我们呢就稍作休息，过一会儿看第二局长浩九段对小林光一九段的精彩对局。好，一会儿见。